他把我扒了的。这个是彤彤的，这彤彤你拿给彤彤。特产，对，这个东北特产，怪不得超人，这就是罪魁祸首，看到了吗？东北大米，我说行吧，见到好吃的，你咋那么不淡定呢？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就是我的女儿刚刚满月，也正好赶上我妈妈从哈尔滨来到香港。所以呢，我妈妈的提议就是今天在我女儿满月的时候给我们包一顿东北的饺子。湘西宝宝的爸爸也出门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满月第一天一家人必须盛装回婆家探亲，前几天外婆送的漂亮衣服这回派上用场了。湘西宝宝一行顺利抵达，小宝宝的到来让外婆家热闹起来了。湘西宝宝好玩是好玩，但也不能当个活玩具呀，闹心呢。喂，好玩不？还想玩不？你们会不会尊重别人呀？